我现在在广州火车站站前广场，今天晚上要坐一夜火车，这就进站了。进来了，看一下大屏幕，左手边第一候车室，中间第二候车室，我是去第三候车室。快576次经典绿皮火车，广州直达洛阳，途经韶关东、郴州、衡阳、长沙、岳阳、赤壁、咸宁、武昌、云梦、安陆、随州、襄阳、邓州、南阳、南昭、鲁山、宝丰、汝州，最后到达洛阳，历时14个小时。接近15个小时。这次买到了中铺。这里2床被子，这就是我在火车上吃的炒面，20一盒，有白菜、鸡蛋，加点辣椒酱。下午6点钟，列车准时出发。有在韶关东车站下车的旅客，请您提前整理好行李物品，做好下车准备。夜深人静，准备上床睡觉。早上睡醒了，快到武昌，准备准备下车。坐了接近15个小时的火车，终于下车了，前面是出站口。
在火车站的地下一层随便吃个皮蛋瘦肉粥的套餐，17，一碗粥，两个油条。吃完饭终于可以去体验一下光谷空轨的光子号了，走。